姐姐你走快点啦，去慢了，你们东西都被人拿光了怎么办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你都说了是被荒废多年了，要被人拿走早被人拿了、哦、我们急那一时半会也没有什么用，休息完补充体力再进去也不迟。姐姐你这是想逼死急性子的人，就差那么一步不肯进去，你不进我进，到时宝贝都是我的、oh, no. 别呀、啊、等等姐姐啊。小弟这就是你说被荒废的别墅，看起来和新的一样啊、嗯、你不会是搞错地方了吧？没有搞错，就是这里，有钱人的世界姐姐你不懂、哦、就是这么毫无人性，说荒废就荒废，快进去找宝贝吧。刚刚那个女生是怎么回事？一眨眼又不见了。小弟你有看见刚刚那一闪而过的女生吗？姐姐你熬夜熬多了，睡眠不足出现幻觉吧，哪有什么女生，如果有也是来探宝要抢我们宝贝的，我们动作麻利点、哦、难道真的是我眼花了？妈呀又出现了，真的不是我眼花，这屋子肯定有鬼，小弟我们还是快离开吧。鬼什么鬼，我看是姐姐你心里有鬼，想独吞别墅里的宝藏，我才不上当呢。What? 既然你不相信就自求多福了，拜了个拜。都怪小弟每次去什么荒宅寻宝，现在宝妹寻常整天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背后盯着，等天亮后要去找林道长驱驱邪。我们那么可爱为什么要找人驱赶？妈呀鬼呀、啊、我有符咒在不怕你哦。是在帮我抓痒痒吗？一件符咒对我是一点用都没有的，白天鬼王看上你要我们带你回去，不想吃苦就束手就擒吧。What? 想得美，只要我跑得快你就抓不到我。都说抓人的事情还是交给我吧，我们人的力量大，跑得抓快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。那么多人来群殴我一个人就过分了，将四颗星大过去消灭他们。主人你太看得起我了，我确实能克制僵尸，但这僵尸也太多了。平时还说能一挡十，关键时刻就掉链子、嗯、这里不止十只好棒。没办法了，只能躲到衣柜里，只要撑到天亮就可以去找林道长。人突然跑哪了？刚刚还在附近，是不是躲到衣柜让我闻闻？ Oh, no. 僵尸是根据呼吸找人，得捂住鼻子。哇，终于天亮了，昨晚憋了一晚上的气，差点就窒息了。趁白天得赶紧去找林道长。嗯，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过此路，跟我见鬼王。走这条路就是为了避免鬼王？不对，你刚刚说的是鬼王，那你不就是惊不惊喜意不意外？我可不怕太阳哦。Oh, no. 大公鸡只有一只鬼靠你了，扳机也没用啊，我只会欺负僵尸。你好，风景城物快亮。一路有惊无险，终于来到林道长家。林道长救命啊，我被鬼王缠身了。掐指一算，我已经知道事情的经过了，待会我就开场做法，不过当时鬼王肯定会来阻止，需要你拿着箱子里的符咒和金钱去保护我。我一定会保护好你，不让鬼王扰乱。他们妖人要宽堵住大门，就这扇破门还想挡住我们拆、oh, no. 想进来得先问过我，小宝人怎么那么多打扰了？你那底气跑哪了？怎么就怂了、啊、怎么叫怂？这叫战略性撤退，敌进我推，敌退我打。好像我不讲武德，我都没退就动手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细节，见缝插针才能打出最大伤害。兄弟们我顶不住了、好兄弟我们来迟了，吃我骷髅导弹。太无赖了，我心里召唤骷髅小怪，这谁顶得住啊？林道长你还要多久才好啊？我快顶不住了、好了好了，接下来交给我吧。
如果军长的老鬼做法成功，不过问题不大，还好有你。我再也不敢来了，你就放过我吧。放过你，我早睡晚去。姐姐，救命啊！